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节课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第二十五品经文和第二十六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二十五品经文要点。 第二十五品经文有七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第一类上辈往生的正因是什么？果报是什么？往生正因，受持本经，求生净土。 发菩提心，持诸警戒，饶益有情，忆佛念佛，所得果报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生宝刹中；世人命中如佛色相。 七人如佛，真金色身，三十二相，并具种种如佛之功德庄严。这个果报太殊胜了，生相如佛。第二个要点，怎样把持足警戒落到实处？ 你怎样认识偶益大师退戒退到沙弥界这件事情？落实老法师提出的五个科目：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；第二个科目六和敬；第三个科目三学。 第四个科目，六度；第五个科目，普贤十愿。第三个要点，修行人共同遵守的准则是什么？你怎样理解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成实，则为尊重成实如来。这四句话的含义，修行人共同遵守的准则是饶义有情。 第四个要点，第二类终被往生的正因是什么？果报是什么？往生正因三句话：修行十善，昼夜念佛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，所得果报。 世人临终，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第五个要点，第三类下辈往生正因是什么？果报是什么？往生正因概括为两句话。 修行事善，忙里偷闲，正念得生。老法师对第三类往生正因有比较详细的解释，是从五个方面来说的，现提示如下：第一。 不能离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。有空闲时，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精进。第二，不当嗔怒、嫉妒，不得贪餮、迁虚，不得终悔。 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、至诚、忠信。第三，当信佛经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。第四，思维熟记。 欲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。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，第五寿终皆得往生七国。这一句经文就是第三类。 下辈往生的果报。第六个要点：对号入座。下面这六项里，你占了几项？嗔怒、嫉妒、贪餮、谦虚、终悔、狐疑。 对照上面六项，自己有的画对号，没有的画圈儿。满分六十分，每占一项扣除十分，看你能打多少分。第七个要点，对黄念老的这段话，你有何感悟？ 第二十六品经文要点。第二十六品经文有十五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去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法的都是什么人？换句话说，什么人有资格去极乐世界？ 听阿弥陀佛讲法，六道里的三贤菩萨需要具备什么能力，才能去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法？去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法的，都是十方诸佛如来会下。 十报庄严土的大菩萨，六道里的三贤菩萨，还不具备分身去极乐世界礼佛、听法的能力。一定要证得阿维越智菩萨，才有能力去极乐世界礼佛、供佛、听阿弥陀佛讲法。 第二个要点：怎样理解“此中弥陀说法，乃世尊转述”的含义？良土导师无二无别，阿弥陀佛正得究竟无上的果位，释迦如来也正得。 究竟无上的果位，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。阿弥陀佛说法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等于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说法，没有两样。现在我们读经、念佛。 修学净土念佛法门，亦未易于立会闻法。第三个要点：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的最后五愿是为谁发的？最后五愿是阿弥陀佛。 为十方世界的菩萨们发的，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听经闻法，他们都是成佛机缘成熟的大众，他们到极乐世界参礼阿弥陀佛，正是四十八愿最后的成就。 第四个要点，什么叫“究达神通会”？谁能达到神通智慧都究竟通达了，叫做“究达神通会”。注意，“究竟”二字重要，不是一般的通达。 是完全通达了，鸠达神通会非常了不起。谁能鸠达？诸佛如来等觉菩萨、十地菩萨还不能鸠达。真正究竟圆满的鸠达，那是如来果地，成佛了。 第五个要点：慧能大师教给五祖的毕业论文是什么？为什么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慧能大师，而没传给神秀？第六个要点：老法师说的那段好老师。 找不到学生，好学生找不到老师那段话，你是怎样认识的？第七个要点，由入深法门，这个“由”字用的太好了，用的太妙了。你能说说好在哪里，妙在哪里吗？ 这里的身法是指什么？到哪里去成就身法？那个门是什么？你找到那个门了吗？找不到门，怎么游入啊？第八个要点：正确认识七种供养。 在实际生活中，如理如法的落实七种供养。第一种，如说修行供养；第二种，利益众生供养；第三种，摄受众生供养；第四种，待众生苦供养。 第五种，勤修善根供养；第六种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；第七种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；第九个要点，一个人的成就，无论是世法还是佛法。 成就的大小和心量的大小成正比例的。你有多大的心量，你就有多大的成就。学佛要成就无上道，我们学佛要什么心量？要像释迦牟尼佛的心量。 要像阿弥陀佛的心量，你才能出生死轮回。你认可这个理念吗？第十个要点：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讲法的声音是佛语梵雷震，八音唱妙声。 你有切身体会吗？你知道它的几个特点吗？第一个，甚深如雷，非常深沉，就像打雷一样。第二个，清澈远闻，闻者悦乐,乐，声音好听，有穿透力。 听了生欢喜心，第三个入心敬爱，听了能升起恭敬心和慈悲心。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听贩拜音乐？原因就在这里。第四个地了意解。 就是容易听懂，能理解，通俗易懂。第五个，听者无厌，就是百听不厌，久唱不衰。弥陀说法，发音如雷，震大法雷，开悟一切。弥陀宣大法，八音。 唱妙声，第一个最好声，极乐世界的声音，哀妙哀雅，好的音乐往往带有一点淡淡的哀的味道，听了心静如水，不浮躁。第二个。 易了声，容易听得懂，好辨别。第三个，调和声，听了舒服，音调适中。第四个，柔软声，声音柔软，闻者喜悦。第五个，不误声。 言无错误，闻者得正见。第六个，不女生有阳刚之气。第七个，尊慧生，有尊严，有智慧，闻者尊重。第八个，深远生，七声深远。 悠悠不断，回味无穷，闻者正甚深之理。把这八个音概括一下说，就是：一响，二彻，三清，四柔，五哀，六亮，七和，八雅。 第十一个要点，几个重要的理念，你能接受吗？能在生活中运用吗？理念一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包括极乐世界在内，你接受吗？ 理念二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这个一切法理，包括佛法，你接受吗？理念三，自信是圆满的，有缘则现，无缘则隐，现。 不能说他有，隐；不能说他无，你接受吗？出一个题目，请你答：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能现？什么时候现？什么时候不现？理念四，老法师教会我们。 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并告诉我们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。可是老人家又告诉我们要执着极乐世界，要执着阿弥陀佛，这不也是执着吗？对这个问题，你是怎样认识的？ 理念五，老法师高度赞叹《无量寿经》会集本，高度赞叹黄念老为《无量寿经》会集本写的注解。他老人家说，这部经妙极了。下联功，我觉得是阿弥陀佛再来。 怎么汇集的这么好？就像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。他说：“黄念老的注解是真实智慧，句句都是引经据典，用经注经，佛说的；用祖师大德著书来说，祖师大德说的。” 这是念老的真实智慧，还说这不是大智慧，不是佛菩萨再来，我不敢相信。老法师的这番赞叹，你认可吗？有什么感悟？第十二个重点，你对人物。 和法我的认识有了哪些新的提高？这个问题是理性很高的，也比较抽象一些。我们先知道一点，就是既无人我，也无法我。更深的认识，随着对经教的深入。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逐渐提高的，千万不要去死抠名词术语。学佛在悟。第十三个要点：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学都教了些什么？你能谈谈？ 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历程吗？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教的一切经是跟谁学的吗？第十四个要点，怎么理解“自治不退转”？“自治两个字表什么意思？ 这句经文表示自己就可以做到不退转。自治是自己达到的意思。为什么？虽然念佛法门是他立法门，但是信任持名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啊。这个事儿谁也代替不了你。 必须你自己来做，做好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为阿维越智菩萨，自然不退转了。这就是自制的意思。第十五个要点：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登彼岸。 今生，你遇到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成佛机缘，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缘？这个太重要了。灯彼岸是果，因是舍彼轮回身机会，成佛的机会，你遇到了。 关键在于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舍掉这个轮回身。舍不掉这个轮回身，成佛机缘错过了，一错就是五千劫呀！我给大家两个公式。 看你如何选择。公式一：遇到成佛机缘，加抓住成佛机缘，加舍掉轮回身，等于登彼岸。登彼岸，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公式二：遇到成佛机缘，加抓不住成佛机缘，加不舍轮回身，等于长劫轮回。第二十六品经文讲了六个小时，归纳整理了十五个要点。 仅供同学们参考。下面开始讲第二十七品经文，《歌叹佛德》第二十七。这品经文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赞叹十方诸佛如来。 并在阿弥陀佛威神之力加持下，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他方的佛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与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为神，于意实情。 复往十方无边境刹，供养诸佛。花香帆、床翻供养之具，应念及至，皆现手中。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以奉诸佛，及菩萨众。其所散花。 集于空中，合为一花，花皆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。盖之小者，满石犹熏。如是转倍。 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，以次化末。若不更以新花重散，前所散花终不复落，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。 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但意思不难懂。为了方便同学们学习和理解，我们把这一大段经文化整为零，分成八个小段来说。第一小段，佛与阿难，比国菩萨。 成佛为神，于意实请，复往十方无边境刹，供养诸佛。这一小段经文，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四个问题：第一，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是怎样的。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菩萨。所以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纯一的菩萨法界。这个法界只有两种人：一种人是老师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；一种人是学生，学生。 是从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都是菩萨道的普贤菩萨。这个世界的人事环境该有多好，生活在这里该有多么心情舒畅。这里没有勾心斗角。 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人我是非，没有嫉妒陷害，这是一个清凉干净的世界。这样的人事环境，虚空法界找不到第二家了。第二，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。 为什么要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他方诸佛？一句话，为了报佛恩。因为他们原来是十方世界的菩萨，是他们所在世界的佛，把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介绍给他们的，而且。 介绍他们去极乐世界深造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否则，他们不知道有极乐世界，不知道有阿弥陀佛，那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？他们感佛恩，报佛恩，不忘本。第三。 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为什么能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？彼国菩萨因为成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他们的神通超过一切世界的人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。 所以他们能在一顿饭的功夫，可以到无边佛刹去供养诸佛。第四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忘了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是他老人家把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。 介绍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能忘了师恩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也乘阿弥陀佛威神之力，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。第二小段，花香、床翻供养之具。 应念极致，皆现手中。真妙殊特，非是所有。这一小段是说共聚随心想啥来啥。应念极致，一想就来了。应念是念一起极致。 是立刻就到了，接现手中，这是华严十玄的境界。手中可以出无量的珍宝，非世所有，不是世间所能有的。第三小段，以奉诸佛及。 菩萨众，这个供养以供佛为主，也附带的供养菩萨。这也表极乐世界的菩萨修善很容易，供养他方世界的佛与菩萨，庄严十方道场，比我们这个世界容易多了。 就拿贡品、贡具来说吧，可以说是随心所欲，要啥有啥。第四小段，七所散花，寄于空中，合为一花，花皆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。 这一小段，以花供为例，所散妙花，何为一花？表无边功德。吸入一句红名，同归弥陀，一成愿海。这表示多法即一法，一法即万法。 极乐世界，一正一切庄严，全体是一法聚也。这一法聚是什么？前面我们曾经多次提过，就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这是我们总而言之、同而言之的说法，把一切法。 归纳到一切核心，这个一法具就是一切法的中心点，它能代表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离不开它。所以说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今天。 我们把依法句再说的具体一点，就是一句“阿弥陀佛”。阿弥陀佛统摄世出世间一切法、一切法门、一切经教、一切果德、一切因心，都在这一句佛号上。它统摄一切法。 没有一法落掉，统统在这一句佛号之中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你还听不懂吗？请注意五个一切。无量寿经妙不妙？妙，妙绝了。 阿弥陀佛，妙不妙？妙，妙绝了。妙在哪里？妙在字字句句妙里生花。一句何为一花？竟然有这么深刻的含义。一法句啊，在这之前你知道吗？反正我不知道，这会儿才知道。 不能再一划而过了。这个境界，不正是华严的实玄境界吗？高，实在是高；妙，实在是妙。深入经藏，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享受。花街向下，端圆周匝。 化成花盖，花都向下。因为这些花在佛的上头，很圆，很端正，组成花盖。盖就是伞盖。《法华玄赞》曰：“西域暑热，人多持盖。” 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伞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出门都要带伞遮阳，都用花来装饰，所以称为花盖，名为华盖，极乐华盖，万德所成，故一盖中。 广寒无边得相，微妙难思。这个花盖之好，之美，之殊胜，无法想象，说不出来，只能称赞它太好了，太美了，微妙难思。第五小段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。 香气普熏，这一小段讲花盖的色与香，一盖具百千种光、百千种色、百千种香，既香气普熏，故之光色亦必变照也。 第六小段，盖之小者，满十由旬，如是转背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一小段是说花盖之量，一由旬少说也是四十里，十由旬也就是四百里。 极乐世界的人身体大，很高，所以石油勋是一把小伞，然后成倍的增加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伞盖大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根本无法想象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华盖，就像我们世间的云彩一样，愈变愈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的意趣，我们过去不知道，至少我不知道。这次写讲稿，看到了这一段，是老法师。 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团。我们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第一个想到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再看过去生中，我们亲近的诸佛，想到一尊佛，又想到一尊佛。 逐渐逐渐想到过去无量无边劫，这个花盖就愈来愈大。怎么变现的？随着报恩的心变现，想一切诸佛对我们都有恩德，生生世世我们都是他的弟子，不只是一尊佛。 诸佛都有恩，不但诸佛有恩，诸菩萨也都有恩。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同学，时时刻刻照顾我们。不但菩萨有恩，众生也有恩，众生供养我们衣食住行。 恩德无有穷尽，我们从这里思维，才知道四重恩之深之广无有穷尽。供养具从这里显现出来，都是在表法：什么人之恩？诸佛菩萨之恩。 什么人报恩？诸佛菩萨报恩。凡夫愚痴，不知道恩义，忘恩负义，连父母之恩都不知道报，何况其他的？这样的人难得人身，所以要知恩报恩。于是花盖。 就像云彩，愈转愈大，是表这个意义。你听懂了吗？第七小段，随其前后，以次化末。若不更以新花从善，前所散花终不复落。这一小段是讲。 花供常新，随其前后，以次画末。散心花之后，前面所散之花方化去。明珠妙供，画现随心。前面的花盖消失了，后面的花盖出现了。 而且这个花盖是不断变化的，常变常新，美不胜收。第八小段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。这一小段是赞叹佛德。 表诸菩萨复以天乐供佛，天乐之中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是表诸菩萨于礼供中兼修赞叹也。佛德者，如来所具之功德。具舍论曰。 诸有智者，思为如来三种原则，身生、爱敬。其三者合，一因原则、二果原则、三恩原则。前面以光色相表法。 再以音乐赞叹。如果以凡夫来讲，真是感情的圆满流露，赞叹佛德，报恩到了极处。真正供养佛，不在这些光、色、香、音乐，而是帮助佛接引众生，教化众生，才是。 真正报恩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